好消息，西安上榜全国十大高分游学目的地城市。众多游学城市和目的地中，哪些的点评分更高？哪些游学路线满意度更高？中国古代文化探索、生存挑战试验、自然生态观察、孤儿院志愿者服务等游学主题受欢迎。该网站还发布了国内海外游学十大高分线路，一路跟着博物馆专家探十三朝古都魅力少年壮游河洛文化到帝国文明洛阳西安十日游学营等两条西安相关游学路线上榜全国十佳，十余条行程都达到了五分好评。今年暑期推出的少年壮游系列产品，请复旦教授亲自设计彩线，博士生社科院考古队带队讲解，舍弃网红景点，有行前学习、行中思考和行后复盘，家长们纷纷给出了五分好评，认为丝毫不枯燥，学到很多历史知识。